每提升一个阶层，神通能力就扩大了。自己可以取证了。这些纵然我们证得了，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有放下，真正利益得不到。所以下联句老居士看到经上讲的净土法门，无量欢喜，欢喜多少天呢？都止不住啊，欢天喜地啊，这下是无量劫来，出不了六道。遇到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保证你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。多难得啊，他的功夫深呢，他真的通宗通教啊，显密圆融啊，要想摆脱六道轮回都那么困难，没把握，遇到这个法门有把握了，幸运持名，完全接受法院重新汇集大经，这个功德大了，让往后修学净土的人读了这部大经，信心升起来了，愿心坚定老实念佛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这功德大，绝不亚于唐太宗编群书之遥，那是世间法，这部书确确实实，我们如果好好去念，真正去体会，把它落实在自己生活上，你自己就可以真正体会到孔颜之乐。也就是说明它能带给你一生幸福快乐。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，你都发喜充满，欢喜啊，你没有忧悲苦恼，那些东西彻底放下了，真正得到法乐，发喜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的根基比不上下联句，也比不上黄念老，下老慈悲知道，不是不知道，所以给我们编了一个进修简课，简单的早晚课，这就是进修纪要，花一个小时就够了。如果念熟了，念上一年两年，
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完。早课半个钟点，晚课半个钟点，一天只要一个小时就行了。啊，也保证你往生净土。我遇到了，生欢喜心啊！啊，自己这一生有救了，没有遇到这个法门。虽然知道这个法门，学习这个法门，没把握往生啊，下莲宫最大的功德就是边境修解药，帮助我们这个阶层的人这一生当中稳稳当当成就经营。我们能往生靠他，他是我们的老师，他是我们的善友啊，他确确实实能帮助我解决问题，解决就近的问题，生死大死，往生极乐世界，生死就没有了。那个世界的人不生不灭啊，生死这个名词在极乐世界听不到。我们对这个法门无尽一轮要掌握住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本子。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啊，这一本是究竟圆满净宗修学的课本。这里头字字句句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汇集没有改动一个字，稀有难得啊！注解引用了193种经论及古来祖师大德的法语，那我们依照这个注解的本子学习，就学习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内容的丰富啊，别的地方找不到啊。这两个人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菩萨再来应化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帮助这个时代苦难众生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。我们要珍惜
啊，下面是因缘，为做因力、缘力。啊，这康僧铠的翻译，汇集的时候，因力、缘力把力字省掉了，翻在因缘。啊，简单，意思圆满。啊，净严疏里面，这是小慧缘，就是为一本的注解。啊，这个注解本是因力、缘力为第一门，其修所依，过去所修一切善行，能生精善，名为因力。这什么叫因力？我们修行不是这一生，过去无量生都曾经学过佛，现在在六道里头轮回，把前面所学的忘掉了，忘得一干二净。啊，这一生中又碰到了，为什么你能碰到？因为你过去生中有缘，你学过佛，你在佛门里修行过，你干过这个事情，所以这一生就变成善根。哎，有这个善根，没有这个善根，你遇不到。有这个善根，你才遇到了；没有这个善根，遇到了你不相信，跟你讲了听不进去。啊，所以为什么一次的讲演讲经听众很多，有人听众很欢喜，有人听众一教奉行，有人没听懂，有人半信半疑，不一样。那么佛教化众生，这里头总有一两个人当机，哎，他才说嘛。实际上他说这个法就是给了一两个人说的，其他的旁听，旁听这一生不能得利益，但是种了一点善根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没有听众也讲经，初学的同学练习讲经，登台没听众，啊，听众听了几分钟走了，半个小时之后没人听了，一个也没有。怎么办？还是要欢欢喜喜把它讲下去，讲圆满。你们一个小时，下半个小时还要讲圆满。有没有人听的？可能有。我们肉眼看不见，讲堂里头有众生在听，所以我们要欢喜。啊，决定不能改变态度。这样学经教才能学得出来。如果一看到人都走了，兴趣就没有了。啊，士气完全消失。这个人走这条路就走不通。啊，
要知道讲这一座经上有佛菩萨在听，下有鬼神在听，佛菩萨是欢喜赞叹啊，鬼神是听心的利益，他能够超越鬼道、地狱道啊，他能超越的利益了。我们肉眼看不见他在，如果有天眼的话，他看到我们讲的听众不一样，我们看不到他看到，这些都是事实啊，都不是假的。这下面说尽善知识，尽是清净，听闻正法名为缘力啊，过去生中有修，这是根，是因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欢喜清净善知识，啊，前几天有同修送来一份资料，啊，也是一个道场法师写给我的封信，啊，告诉我他的师父往生。师父临终最后的一句话跟他说，要讲经，讲经不能中断，他把这句话传给我，我知道现在讲经说法的人少了，真正稀有难逢啊！啊，讲经的功德我们自己不知道啊，鬼神知道。啊，护法神知道，佛菩萨知道，所以清净善知识要紧啊，听闻正法那么这叫愿力。往昔大师说，续世善根为之愿力，过去生中善根，清净善知识为之愿力，因缘和合能起行故，即是帮助你修行，有因有缘啊，帮助你能理解，帮助你能够落实，把你所学到的落实在你生活当中啊，变成是实际的生活，变成生活就得法喜，
这是必然的。你听经、修行、念佛，得不到法喜，是你没有办法得到利益。真得到利益，他怎么不欢喜？啊，念佛，清净心现前，这功夫啊，什么叫清净心？确确实实和很自然的，一点都不勉强，不受外界诱惑，不受外界干扰。啊，眼见色闻声，耳闻声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如如不动啊！啊，不受他干扰，他不会引发我们的贪嗔痴慢，啊，引不起来。那就是你的烦恼淡了，没那么浓了，烦恼淡了，功夫得力了，这真的得力。这上面两说相同啊，就是净严疏跟望西两位大德说的意思是一样的，但是慧疏少矣，慧疏的讲话有一点不一样。所以因利者菩提心正是佛道本因，能观十方三世，令众目惑。这部这是跟前面说法不一样。啊，说得好，菩提心才是佛道本源。菩提心有没有？人人都有。菩提心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是觉悟的意思，觉心本有。啊，古大的讲菩提心讲的很多，初学的人很难懂。早年我在美国把菩提心用了十个字来解释，大家好懂。什么叫菩提心？菩提心有体有相有作用，体相用啊，体真诚心，这是真心啊。啊，真诚心的样子是清净，清净就是没有染污，没有念头，清净。但是没有一念头，要是不能够觉察外面的现象，那叫糊涂，那不叫清净啊。对外面清清楚楚了了分明，里头什么如如不动，这是菩提，这是真心啊。所以我用了十个字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啊。前面的正觉都是自受用，后头一个慈悲是他受用，对待外面一切人事物大慈大悲。
慈悲是爱心啊！啊，大慈大悲，爱心没有条件。佛法常说：“无缘大慈。”啊，慈是娱乐，把快乐、幸福送给众生，没有任何条件，这叫慈。啊，大悲，悲是帮助他离开苦，离苦得乐，帮助他离开苦是一体。啊，我为什么帮助他？他跟我是一体。为什么是一体？通通都是自性变现的。记住慧能大师最后的一句话，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万法是什么？宇宙。整个宇宙从哪来的？从心想生。啊，这一句话要把它讲清楚。心是真心，想是妄心。整个宇宙就是从真心跟妄心生出来的。真心能生能现，妄心能变。啊，把它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，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，这是阿赖耶。是妄心能变啊，真心所现的就是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只有心现，没有识变啊。为什么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已经转八识成四智，转识成智了？不是转识成智，那你就没有到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不是你自己有能力转变的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。这个地方不能不去啊，不去要靠自己啊，靠自己没这个能力啊。佛经上讲得很好，我听懂了，我明白了，做不到，不是假的，真做不到啊。那怎么办？那遇到金钟好啊，我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一到极乐世界马上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他加持我的，我得到这个作用啊，跟自己开悟没有两样。啊，那么弥陀加持是永恒的啊，不没有分阶段的，没有说我喜欢加持加持你，我不喜欢就不加持你，没有，他这个加持是平等的，也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发挥到究竟基础啊，这是佛道的本因真因，一点也不假啊！能观十方三世，三世也能帮助我们降伏一切魔外啊，一切魔范围很大，凡是折磨我们的统统都算在里头，众魔啊，魔退去了，不在了，换成护法神
啊，护法神里头有菩萨，有罗汉，有天神，啊，下面原力广求知识，大举众善，诸善，此缘由转凡入圣大威力故，缘是外面帮忙，因是自己修学的功力，啊，自己修行有功力，外面就有人帮忙。啊，我们看海鲜老和尚，他念佛有功力，谁帮助他？阿弥陀佛来帮助他。啊，诸菩萨帮助他，天龙善神保护他。这是我们现在最好的榜样。他会骗我吗？不可能的，句句说的是真话。啊，只是你要会听，有些话不能明说，说话里有话，你要会听，你就全明白了。啊，一点都不假。为什么不假？因为是自心变现，不是外面。阿弥陀佛从哪里？也是自心变现。啊，是假。观音是智，离开自性，一法都不可得。所有境界，对，跟你讲，都是有因有缘，缘是真心妄心，这是源头。啊，这个因真因。那缘是促成真因的一些条件，缘分啊，广求知识，大聚善根。这大聚善根怎么说？断恶修善。啊，那我们要认识什么是大恶，什么是大善。啊，不孝父母，不敬老师，是大恶。啊，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，大善。啊，那今天的社会我们明了了啊，今天讲遗产呢，老祖宗对我们是有什么遗产？有中国人的老祖宗给你的遗产，是你做梦都想不到的。那是什么？那是真实智慧的能相好。那我们今天所代表的就是四库全书。你要能读，你要肯学，这份遗产你全部得到了。啊，那么这是因呢，有了缘呢，缘要靠自己，要认识汉字。要懂得文言文，你才有能力读它，你才能有能力消化它，才能在这里得到真实智慧，得能相好，
通通具足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的心是圣人心、贤人心，你自然有圣贤的相，相好，自然有圣贤的智慧，圣贤的福报，你一生受用，所以你皆大欢喜啊。啊，为一切众生善知识，你能教化众生啊，帮助众生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这是善中之善呢。啊，那么这个语言，所以有转凡入圣大威力，这个语言帮助你提升你。你帮助别人，自己同样提升，成圣成贤。